你有看到了吗？你看到这个，我们家破洞了。所以说，你知道为什么这里要放两个桶子吗，弟弟？因为这里啊，破洞的地方，如果说下大雨的话，它会漏水，所以要放两个桶子来接水，知道吗？你的积木在这里，你可以玩。是哦，弟弟。没差啦，没差啦，这个记录一下啊。好，就算讲这厝。好热，我好热。你好热哦，那你去开冷气，你把那个窗户关起来，然后用那个遥控器去开冷气。好热呀。这里有写家是最温暖的地方哦。好，就算这里有破洞。哦、不过是我们家，所以这里第二，对对对，你打开。搞错啊？没，好吧，好吧，看一下，好吧，看一下。搞错，打开。哇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啊？没电了啦，没电了，弟弟，那你去换电池吧。搞错吧。